你年后还去杭州不？你在我就去。最近我发的小妈，小妈，小妈，对。咦，有人喜欢玩就爱。我哪里有？没关系，营业而已，没关系。我一样爱你。那个爷爷，他我看他这边跟富宇在你跟富，打死你！我输了，你快来惩罚一下我，你不惩罚我不开心。笑死！惩罚你对我撒个娇吧。撒娇八连。嗯。默默，我好想你啊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你啊？你最近都是跟别人拍视频，你都不理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应该发这个的。他们说是感觉在惩罚我，笑死了。这谁顶得住啊？我没脸红。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都认识那么久了，什么没见过？天哪，你不能再说了，这谁顶得住？笑死。那你陪你的粉丝吧。好的，那你也好好陪你的粉丝。好。拜拜，拜拜，走啦，